你说吧，要我等多久？把一生给你够不够？背离了面面中的所有，理论中日月依旧。告诉我你要去多久，用一生等你够不够？驱散了征尘一世深秋，吹落山风叹千秋梦。前世天注定被雨洗，风雨里奔波着，如今已沧桑的你，那去了的断了的碎了的，何止是一段儿女情。所以生命的传说里，因为你变得如此的美丽，就让我知道，他知道，天知道，地知道，你这曲子你比以前拉得更好。是啊，这地方清静了许多，可以集中精力，所以进步了很多。二弟，从前总觉得日本教官严格难受，这次重回日本却又禁不住怀念起他们了。你还记得个日本教官，他叫什么呢？杜野教官。对，就是他。听说他现在啊，已经是五个孩子的大胖爸爸了。人呐，总是不能忘记，就像你总还惦记着我这个弟弟一样。哎，还记不记得你那个无敌的山田浩男？他毕业以后就进了空军，他现在已经是统帅三个空降师的军长了。哥，真有你的，就知道给别人贴金。你不也是叱咤风云的大将吗？孙先生麾下的爱将啊。二弟，我现在反倒羡慕你，悠游自在，悲切美观。哥，别老说丧气话。哎，你看英子来了。二弟，二弟，阿姨，你回来，你在哪里？重置，你在跟谁说话？你把我弟弟吓跑了。你是谁？我是英子。英子？不认识。这里是我跟我弟弟喝酒聊天的地方，我不需要有人来打扰。重置，
求求你别再喝了好吗？跟我回家。带我去拿酒。好吧，我带你去拿酒，好吗？来，当心点。这，你先等等，这是我来开灯。哎，我问你，这到底什么地方？重置，不要急呀。重置，你说什么？重置，谁是重置？他是谁？谁是重置？你呀，我在叫你呀。我不是。哎呀，你。干什么？关掉。好吧，我关掉。关得好好的，弄得这么亮。我头晕，等一下就好了。你这是干什么？让我去找我弟弟。你醉成这个样子，怎么可以走呢？这里好去走。我走。哎，我走了。不行，你怎么可以走呢？这么晚了。你弟弟已经睡了。我弟弟从来不睡觉。算了算了，我自己去找酒喝。这里是全城最好的酒馆，你还要去哪儿？是啊。你等等，我去拿好东西给你。喂，我要上好的清酒。好的，我拿最好的给你。啊，来，擦把脸。怎么了？你先擦把脸。酒呢？我要喝酒，你快去拿酒来，我自己去拿。哎，你去哪儿？你去哪儿啊，重置？我不是重置。你是重置，你是重置。我不是，我不是。重置，我告诉你，我不是重置。你是许重置，你是许重置。我不是许重置，你是重置，你是重置。你为什么哭？不要哭，不要哭。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你不要走啊，重置，我不要你走，重置。我是重置。我是许重置。
回来了。你没事吧？你去哪儿？重志，重志，不要再走了，请你停下来，不要再走了，我求求你了，重志，别走了。我不知道你受了什么苦，但是逃避一定不是办法。不知道你是逃避我，还是逃避你自己。哪儿来的女人呢？这么凶巴巴的。许崇智，你。你是谁？干嘛要打我？你怎么不知道我是英子？许崇智，你不要再装蒜了。你不是说自己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我现在瞧不起你。你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又到了二弟出来陪我喝酒的时候。要么就过来一块喝，要么就滚回去。你跟我回去，你回去，回哪去？没有人要我回去了，我也没有地方可去。只有你，莫名其妙。你以为就你现在这副模样，我就会对你死心了吗？你走吧，不要再为我费心了。许崇智，在你脑袋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我现在是荡荡之心无着哟。你在说什么鬼话？我告诉你，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无能为力。我以前以为我可以力压千军，但现在我明白了。从军是你自己的选择，我只是一个小学教师，那什么军人心态，但是我知道，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不会自怨自艾，不会逃避。这些日子，我不断的在想，我反复的想，但我想不通。我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究竟是为了什么？
还要去哪儿啊？我去码头借重置去。老夫人，您身体有病，外面天很黑啊，哪儿还有船来靠码头啊？我没有病，现在不是天黑了吗？我怎么会分不清楚？刚接到重置的消息，他让我们到码头去接他。妈，我们根本没有接到重置的消息，还是不要去吧。谁说的？重置说他带了很多日本的土产，一个人拿不了，让我们雇车去接他。你是他的妻子，你也跟我去。老夫人，你还是不要去吧。啊，不，我要去。妈，我陪你一块儿去。好，那我们赶快去，啊，不要让重置久等了。来，小心点，这里的路难走。这里有张桌子，我们绕过去。那我们赶快走吧。嗯，只要穿过这个巷子，咱们就到了。哦，小心点啊，继续走，很快就会到了。我们走吧。小心点。小心啊。我们要快点，不要让重置走掉了。知道了，已经很快了。我们现在在哪儿啊？马上到，不要焦急。小心，快到了，这就是码头了。你有没有看到重置啊？重置，重置，重置，重置。妈，啊，码头的人已经走光了，我们一定是弄错了日子，改天再来吧。不对，不对，重置一定会等我们的。重置，重置，妈，妈，重置，妈妈，小心点儿。妈已经病得迷糊，把你当成重置了，不要伤老人家的心。重置，妈。重置回来看你了，妈，让我好好抱抱你。重置，让我再摸摸你。妈，妈，妈，妈！嫂子，二夫人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想，我到底是不是许家的克星。嫂子，你不能这么说呀，十七科娶了你才是他最大的福气。还有最近中山先生在日本宣布成立了中华革命党，我很想到日本去一次，顺便也可以找一找十七哥。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越快越好。可是妈的病。妈，妈，小心点。出来了，当心啊，当心，小心门槛儿。没事儿，先坐下。我没事儿。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看样子我真的连累了你们。妈，你不要这样说。别怕，刚才我做了个梦，梦见崇仪，他叫我不要侥幸。你们不要怕，我睡了那么两天，倒把脑子给睡清醒了。其实我是个老不死，再医也白医。所以你们去吧，不要担心我了。不，我要留在这儿伺候您老人家。阿倩，二夫人的所作所为我清楚得很，你别放在心上，也犯不着留在这儿受气。还有重吉，你也赶快到日本去吧。啊，妈，你不要说。没事儿，我不说，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心事？你们要真孝顺的话，就算不在我身边，我也可以感觉到的。况且这儿有那么多的人伺候我，你们不要浪费时间，去吧，啊，去吧。怎么了，阿浅？你又哭了啊？冲之说的对，我是一个爱哭的人。人呐，要坚强，要训练自己。我相信冲之现在一定在天涯海角的某个地方，在不断的挣扎，训练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的人。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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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走开！同志已经到了完全放弃自己的地步，就好像一个踩进深坑的人，不断深陷下去，再也没有拯救自己的气力。自从上一次吵架之后，他已经没有和我说过半句话，或者说得正确一点，他根本不接受任何帮助。最可怕的是，他似乎在默默地等待死亡。我虽然爱过眼前这个男人，不过现在的他可以说已经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许崇智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是英子通知我的，我就来见你了。又是他，真多事。你去了这么多年，一去杳无音讯，人家还在等你。别管我！你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你去了那么久，杳无音讯，一家人也等得着急。我回去有什么用？你瞧你现在，不知所措。没人会原谅我，就连我自己都找不到原谅我自己的借口。你整天昏昏沉沉的样子，你真的不知道吗？那我告诉你，妈病得好重啊，嫂子也快被二夫人赶走了。你看什么看？那个不是你。我没有用，我没有用。你怎么说得出这样的话？十七哥，你真的好让我伤心啊！我不甘心，我真的不甘心你变成这个样子。你别叫我十七哥，我不配做你的十七哥。好，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就是有了你这位从小敬佩，在革命军中声名显赫的十七哥，我才这么做的。我把我的名字改了，许崇济的崇我去掉了，我就是要上进，不想沾你的光。我不甘心，我真的不甘心啊！我心目中的偶像会变成如此田地，成为人家的笑柄啊！
我现在已经困在死胡同里了，无路可走，也没有地方可去。无路我可以给你找。孙中山先生已经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而且派人四处找你。护国战争指日可待。真的？嗯，就缺你一个了。救命啊！救命啊！大哥，阿姨，哥哥终于找到你了。哥，再往前走就没有路了。你醒醒吧。哥决定留下来，不回去了。哥，这儿没有你要找的地方。我也不晓得我要找什么，我也不愿意再找了。我觉得好累。我只想休息。哥，不要睡，不要睡啊，你不能留在这里，因为你心里还有牵挂。阿姨，我知道你不喜欢官场争斗，你是一个凡事都让的人，就好像你当年把英子让给了我一样。可是有一点，你比我强，比我更勇敢。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一颗救国救民的心。哥，我被留在这里回不去了。我知道我的愿望实现不了了，我多希望你能够实现呢。你觉得我能吗？哥，你只管凭良心做事。我真的庆幸有你这样一位好哥哥。阿姨，哥哥答应你完成我们未完的心愿。医生说你是过度疲劳，不过休息几天就没事了。我拿杯水给你，喝点水。十七哥，这次你用了20分钟跑完全程，可以列入世界纪录了。有那么多人关心我，我能不加把劲吗？这个宝物你一直抓在手里不放，我看它才是你最大的救星。这是你嫂子帮我做的。郭夫呢？他现在怎么样？他没事吧？这次多亏了你，现在他
已经没什么事儿了，不过他很想见见救命恩人。方夫，过来。来，让我好好看看你。多谢你，以后我不会再叫你怪人了。不要紧，我那时候的样子本来就像个怪人嘛。你能平安就好了。这是我亲手做的寿司，请带到路上慢用。多谢您了。十七哥，我在外面等你，告辞了。英子，这些日子以来，你对我的照顾，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来表达我的感谢。请不要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真庆幸我在十年前认识了你。其实对我来说，你根本就没来过日本。我人来了，心却在中国。英子，我会永远怀念你的。重置，你是一个肯为自己国家贡献一生的男人，我会永远祝福你。谢谢。勉强去忘记，根本是懦夫的行为。阿姨，这是你给哥哥的启示，谢谢。重姐，刚才听到我的话了吗？希望你能帮我记住，以此来时刻警惕我。十七哥，我改了名字了，难保以后会赶上你的。一定会的。我发誓，以后绝对不再做愧对自己、愧对许家的事情。当然，许家的声誉又怎能毁在咱们兄弟手上？
以后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才能对得起所有关心我们的人。当然了，不单是我，还有妈、十七嫂，他们都会以你为荣的。徐进，除了我们，你知道我们还要为谁做出努力吗？还有四万万同胞。对了，去看看。孙先生，徐进，崇志，孙先生，终于找到你们。我们刚到，这次有你们俩参加，我们革命党肯定会如虎添翼啊！哎，孙先生，里面坐。啊。今日宣誓，正式加入中华革命党，日后当为国民革命、推翻专制、建立共和而效忠。徐部长，一路上辛苦了。哪里哪里，有劳廖部长亲自相迎，崇志实在过意不去啊。哎，哪里的话，徐部长三下南洋筹款，为我们财政部解决了大困难，我在这里迎驾还不应该吗？敬礼。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面？报告，属下蒋介石曾经在日本中华革命党大会上与许部长有过一面之缘。啊，是。你是不是写过一篇陈述欧战趋势的文章，并将揭竿讨袁的计划书送交孙先生？是的。那篇文章我看过，写得非常不错。崇志啊，让我看一下你。瘦了点，黑了点，不过精神不错。许崇志就是许崇志，来，坐坐坐，坐。崇志啊，想不到短短一年里面，我曾经委派你为特派员三度下南洋开展革命的党务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从第一次筹募到的经费等于零，到这次过百万的巨款，我就体会到你的才能和你付出的辛劳和心血。我孙某深明于心。先生，您言重了，崇志不过是以先生为表率，比起先生来，崇志做的这点又何足挂齿。况且此南洋之行之所以能够顺利成功，总务部长陈其美、政治部长胡汉民更是功不可没的。不过说真的，钱这种东西啊，还真不好指挥，比起带兵打仗来，可真叫人头疼多了。是啊，我从事革命这么多年来，也觉得钱是最不听话的，他经常搞得我焦头烂额。可是没有钱又不行，革命运动需要大量的经费嘛。现在我终于明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对了，崇志，你离开家有多久了？都有两年多了吧。家人都好吗？崇志这两年在外面东奔西走的，只是零零星星的收到家里的消息。听说家母的身体不大好，不过也没什么大碍。我的妻子离开了家，到战地当看护去了，说是想要效法我投身革命。他现在在哪里？不清楚，他的部队刚刚遗失，我也在打听呢。本来你这次从南洋回来，我想叫你回家看看的。但是你知道，现在形势这么紧张又这么动乱，所以我特地叫你回青岛来的。先生，您千万别为崇志挂怀，如果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地方，您尽管吩咐吧。好。崇志啊，现在形势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虽然现在袁世凯他妄然称帝，还为了讨好日本跟他们签了丧权辱国的21条不平等条约，现在全国人民都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了，就连一直在维护他的梁启超也起来倒戈反击。你以前在日本的士官学校的同学蔡锷，他在云南
已经宣布独立讨袁了。现在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呐、都纷纷起来效应。我们以前在日本组建的东北军已经组建完成，总部就设在潍县。那先生，您是要重置？重置啊，你是我党的军事部长，这块好钢一定要用在刀刃上面。我准备派你接替军政做东北军的总司令，打好这场护国战争。是，重置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想昨天，缕缕青丝。